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巴巴。你们也许看不见我，因为现在是凌晨的3:14。我们要去冲浪啦，冲一个日出浪，顺便看一波日出。OK，出发出发。哇，我们驶进了小路当中，路上一片漆黑，除了我们一辆车也没有。哇，这个景色好好看，有点泛红。哇，好美啊，来五十了。哇，这天我操，太美了。哇，太好看了吧！我这跑慢点哈。哇，太好看了！哇，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人啊！你着急拍张照片，李丽已经失声了，来，我那边天刚刚有一抹红色，然后跟大海相接起来，哇，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看了。Oh, I'm so stoked！今天现在非常心情非常的激动了，已经，因为这波日出浪简直太好看了。李丽刚才激动都失声了，快来啊！这冲浪人好多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凌晨的早晨五点，然后水里已经有人了，这边水里已经有一个大哥已经开始冲了，然后现在大家陆陆续续开始拿着板都来了，就大家都是来冲这波日出浪的，因为实在是太美了，就是天空那边有点泛红，然后这个海浪一波一波的推过来的这种感觉真的实在是太美了，哇。来来来来来。来来，大家看一下错误的划水姿势，这就是错误的划水姿势，板头翘太高，然后板在左右的摇摆，然后背没有 arc 起来。好，谢谢李丽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边有正确的划水姿势，哎，哇，这个太正确了。好，明明这边在试，哇，会跪着划水，厉害了呀，玩的太厉害了，被一个小浪给打翻了，李丽。后面要翻了，走啊走啊走啊，走，压胸，起跳 ，Ready party wave, let's do it， 可以的，好走了，这边是冰冰和李丽两个人同时发车。天啊，这么多人了！今天上午得多少人呀、啊？哎，这波浪，潘一冰和丹尼还有李丽三个人都在尝试，看看谁能赶上。李丽还在拍抖，李丽还在拍抖，没有赶上。耶、yeah! ！不错不错，踩在浪头上了。太搞笑了，走吧。我们又是新手了。对啊。现在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，好浪才起。哇，不要站住了！三只头。耶！啊，现在已经8点半多了，我们是早晨5点来的，大概5点1刻下的水，已经冲了3个小时啦，人实在太多了，今天每个浪都是 party wave， 然后今天的浪主要比较大，但是比较扁比较平，所以说不是很好抓，需要划水比较使劲，然后。起床的时候要胸要往板上贴一下，今天长板很多，都是长板，长板抓这个浪还是很厉害的。
再歇两天吧，喝点眼泪。啊，很好说不能着急，累的时候再歇一下。要是你不滑呀，会很累，然后越累的时候你越吃不了浪，滑几个没准越吃不了浪。还要选自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浪来冲，不要贪心，不要每个浪都冲。没有赶上，哎，今天这个浪还有点难度的。现在浪已经没有早上那么大了，而且现在浪风比较小，就比较好看起来，没那么难了。罗德岛冲浪之旅圆满结束，下次再见。